乡最近的祖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出天必生公为我们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我们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的播出。日头赤炎炎啦吼，哦，真正是有热的吼，所以呢，讲预防中暑啊，就较早出门呢啦。该来做完课就较早做咧，讲啊，我三四点啊就要出门啊，九点就要倒来休困啊。哦，安尼呢，嘛是同款做工迄个时间啦吼，但是较凉小块吼。咱讲时间，咱会家己去拿捏啦吼。啊，个咧尤其是做事人，早做早休困啦吼。啊，若是讲正常上班族，那当然啦吼。啊，有个人讲较好命，拢够冷气通我吹咧吼。啊，那如果讲爱伫咧外口晒日头的啦，煞了佫讲哦，啊，这个天拿来铺单啊，加着足舒适的吼，啊要烧，啊要佫烫，啊要日头佫热。伊讲啊，个人命计无同啊。那如果该爱做的时阵，嘛是着同款爱做啊。你讲是毋是呢？所以讲各行各业拢有伊个辛苦的站面啦吼，但是呢吼，嘛有每一个人呢吼所承受的，或者所有的，人讲肉体啦吼，有个人承受袂掉，就加减啊叹；承受袂掉，就提早休困啦吼。来，咱即马先来听一段非常好听的《菩提心韵》，然后再过来开讲哦。菩提心是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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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时天天是情菩提心，何必一心满满的心。今晚所收听这段《菩提心韵》，是一段真好听的圣曲啦吼。讲哪听哪开讲啦吼。来，今嘛是科技的社会，嘛是科技的时代啦吼。啊嘛是为网络呢吼，去看到这个。冰啦、啊、吼，这个冰啊，那我得直接、直接、直接，接足侪，接到胃路的，啊，搁接到胃内底去安尼，这种啊，这即马就是咧讲啊，这世间哦，即马是啥物时代吼、啊，可以看到这么多恐怖的画面啦、啊、吼，啊，这到底吼、啊，那冰一丝一丝安尼吼，啊，伊来胃河安尼吼，安尼一直接起，一直接起，一直接起安尼，规个规个。啊，含得大个所在吼，伊都我当那个尖尖尖尖尖啊，尖位厝内底入面呢。啊，边个人吼，啊，底下很翕，啊，底下底下咧画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咱就话看到讲，哎，啊，即嘛咱是无处理啦吼，咱无处理个吼、哦、外国啊嘛，无去看到讲外国到底即嘛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吼，因为咱上远啦吼，啊，一旦对电视画面啦，是讲吼，伫个网络内底即嘛人咧铺起咧、传起咧，所看到遮，哦，咱讲鱼啊，现在那也是人的面啦吼，哦，啊是讲这个精神为什么它会甲咱人呢吼接近那种灵性，吼、哦，啊人铺的到底是真的啊假啊吼，就是讲迄牛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一个人牵咧、牵咧、牵咧路咧行，
看到这出家的法师，迄牛头前脚会跪落，去甲这个法师顶礼。哦，都有人咧问啊，梅相师姐，你看这到底是用人工呢，也是真正牛有这个灵性啊？吼，伊看到出家人，啊，甲出家人顶礼啊，两只脚跪甲足好势安尼。咱即马卖个甲讲吼，即马网络有外。吼、哦，那你安尼要去甲造假，还是讲吼、哦、要甲造神，还是讲你要甲造什么？吼、哦，让我们人间人觉得，哎，世间无同款啦吼。所有的这个牛精神，包括鱼啊，都有人的面啦吼，人的形，到底这是电脑动画吼、哦，还是讲真实的一面啦吼？而且咱即马唔通去甲研究真诶还是假啦吼、哦。但是你看到迄个画面，你也看到惊心动魄。我看到讲，哇！那像用怎啊，规片规片的土地怎啊沉落安尼吼？啊，你也看到讲啊，这个山河大地吼受到迫害啊，吼、哦、也是啦吼、哦，就是我们人类的危机啊吼、哦。但是你袂使讲，咱一直安慰咱家己讲，啊，你应该无代志啦。迄网络凊彩吼，啊，甲合成诶，啊，你讲真正的合成，它是预知未来的毁灭。就即卖人咧讲吼，拍电影咧拍未来啦吼。怕迄个未来，讲台湾的未来，还是讲啊世界的未来？怕迄个未来十年啦吼，但是迄个未来十年到底有偌济变化，咱唔知。吼，啊，咱会知啊，一年内底当中吼，都足济变化。像咱今年吼，都特别有火警啊吼，足济大间公司一个烧起来的时阵，哇，厂房拢废啊。啊，这嘛是讲一年的灾难。所以咱卖讲拍到这个未来十年的未来啦吼，迄、那个未来到底这個、地球村的人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啦吼？预设立场，啊，咱嘛去甲烦恼的话啦吼，那恁日子就做歹过啊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上重要就是讲，爱将咱人类的思想观念，然后爱个导正，然后导入正知、正见、正觉。啊，咱讲要做伙关心人类存亡的问题，然后就是爱先关心世道人心的教育，世道人心的教育，哦，这是刻不容缓的代志哦。吼、哦、啊，对咱人生的哲理啦，是讲智慧啦，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拢是要追求好的嘛。已经呢，吼、哦、到了。择善固执，好、哦，那么咱即马已经是大家每一个人拢啊修好有伊个有伊个啥，有伊家己个本性的这个吼逐渐的境界，啊，咱做伙来拍拼，吼、哦、啊，时时来关心，所以吼、哦、咱定来讲事事关心皆学问，然、哦、后本来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即马咧讲讲人呢，吼、哦、要真正讲去甲做一个慈悲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讲要去甲做一个啥物叫做吼、哦、有功德啦，吼、哦。其实所本分就是真功德啦吼，你家己若有修到你家己本分，你无去干扰到别人，无去吼，互咱的父母吼啊烦恼，互咱家己本身吼、哦，对这个国家社会多关心，安尼你就是一个啥，一个修本分，就是已经在行真功德的人啊，唔是讲哦，我就是爱来听吼、哦，法师咧讲哦，我就爱安怎来慈悲啦吼，爱安怎来做才叫做真正的慈悲，真正的放生。哦，像这法师咧讲了这个放生，其实放生最主要是咧谈这个内心的放生啦吼。从出生出来那一刻，咱人咧这个欲念、甲贪念、恶念生出来的时阵吼，你都要放生，因为咱无实在啦吼，无实在，咱对咱家己嘛无要求啦。所以讲起老和尚也讲一句话，讲老实老实。老实老实面对家己啦，老实念佛，老实面对人生。迄、那个老实两个字，你有没有去实践呢？吼，你看你有去实践无？实践真正的老实，真正的老实。过来就是讲吼，咱把这个恶念、贪念、邪念吼，把放掉，迄个敢那亲像啥？亲像咱咧讲啊，放生同款的意思，比放生的功德佫较大。吼、哦，比你去买鱼的水族来放生佫较大。啊，所以咱有时啊，常讲吼，啊，来老师啦、师傅啊，甲你开示一下啦吼。师傅啊，最后甲你开示的，你若唔实践嘛，枉然了，对不？
伊甲你开始，甲你讲几半步啦，吼，讲几半步。但是你甲听了，感觉真有道理，拍谱啊赞叹。问题是，当下到位呢就袂记哩啊。吼、哦，只求开始不实践，嘛枉然呢，吼、哦、嘛枉然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少年人对这佛法真有兴趣，啊，请师父开始，吼、哦，开始啥？讲开始啥物叫做无明呢？吼、哦，啊，师父啊，对啊，咱讲人诶无明，人诶无明，啊，师父你嘛敢开始一个吼、哦、看。什么叫做无明？无明就是无智慧啊！吼、哦，啊，那无生智慧的人，吼、哦，安尼唔只会起无明，对不？啊，这你那无解脱出来，啊，少年人，伊嘛唔知讲，啊，到底呢？咱老和尚是咧讲啥？咱人要有生有智慧造出来，你才有法度解脱无明。为什么？啊，你智慧都无出来，你变那压制无明，压、啊、无明嘛不是用压制，是因为你有生智慧，无明都未啊，伊无明都未来啊嘛。咱就是因为无智慧才生无明，啊无明这念头，就是咱讲无厘头的这个欲望，过来就是讲哦，咱定下讲鱼啊，干那看到钓鱼，无看到狗啊，啊人呢干那看到鱼，啊无看到海，吼、哦，都干那未输，干咱的钓鱼啊同款嘛，伊有看到刀棍呐、啊。伊看到刀棍也挖来要食，但是夹着刀棍，伊嘛唔知影后边阁有一只狗啊，我也去用狗起来。我咱人咧趁钱的时阵嘛，同款，我刚才看到利益，我都无看到后边海，有看到利，没有看到害呀、啊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少年人，咱来讲啊，听师父开示啊，吼、哦，咱开示啊，师父跟你讲个足简单嘞，咱人呐，智慧生出来无明就未生啊嘛。啊！你就是你无生智慧，才生无明。啊，无明生出来时阵，就是你爱赶紧的，吼、哦，去学智慧。吼、哦、啊！你智慧呢起来时，你会感觉讲什么代志，你拢会用智慧去解决。你的心就未去学无明，甲你压榨。啊，就是人讲不起烦恼，就是你生智慧才不起烦恼。啊，你若无生智慧，你当然也是会起烦恼。所以吼。哦听，拢听人讲吼，讲经老和尚吼，伊一心想要追求啊吼，追求讲上界简单的佛法，啊会当教众生呢，同款上界简单的方式，互大家拢会当安怎解脱自在。讲无明，就较像一阵风啦，起风的时阵呢吼，没有意志啊吼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啊风来啊，你要用物件甲拔咧，风你敢有法度甲拔咧？无可能嘛吼。啊，所以讲唔好讲吼，一世界到处拢要去求。求这个师父老师来开示，吼、哦，来求法。但是呢，咱同样的无明没办法破除的时阵呢，吼、哦，那么咱讲，干那也要去求法，不实践。只求开示不实践，那安尼吼，咱也自己干掉你，去麻烦遐大师啦，吼、哦，麻烦遐老师啦，吼、哦，给我开示一下，吼、哦，给我开示一下。啊，人给你开示了，你敢有当用？你敢有实践？你若有实践，唔则开示对你有路用。要那无呢？干那听听这样听这样过啦吼，总讲顶哪过水，无是真，嘛是顶的是空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人讲实践是一件非常吼、哦，要讲起来讲非常简单的代志，但是要实践一个真正对利害关系放的路啊，对欲望放的路的这个实践，真的也不简单啦吼。那、哦、世间人要甲利甲。嗨呢，看得清楚，真的看得清楚的人，那看得清楚的人，你就会懂得放下。因为咱知影讲世间呢，短短无百年呢，吼、哦、啊，照用的照用的，啊照过照过安尼尔，啊咱也搁有啥物，通好讲迄我的啊迄你的啦吼，无甲一样是你的，因为天下所有万物啦，啊拢是道所演化的，啊咱到尾嘛是爱搁幸福伊啦吼，照大的照过安尼尔，到尾你嘛是爱搁幸福大道。所以讲，人呢，唔是所有物件咱炸落来，那么咱要炸走的时阵，只有是啥？只有是你头壳内底所带即个，好，咱讲你有做，那么不识的内底有记忆，啊，这个记忆它会成为你下辈子的资粮，会成为你下世人的诶，这个啥福报甲智慧，就是你即马爱做啦。即马做你带会走的，只有是干那你的智慧甲福报，将来然后。人讲这辈子所修的成果，会成为下辈子优良的灵魂呐、啊、哈，优良无杂质的灵魂呐、啊，所以咱也是大家要加油一下哦。
来听这段《无极归乡曲》，无极归乡曲。新所唱的吼《无极归乡曲》真的蛮好听的吼。来，慈天必生公的姜子一个婚姻观，大陂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，新同道了吼。咱的同有讲有兴趣来听咱的节目的咱的一挂道亲了吼。有讲啊，那要来，好，你来用 Google 吼，有时啊 Google 给你揣吼，他妈滴滴西安的吼。那没想到公路线图比较好啦，吼，咱也是惊啊，咱讲三号公路啦吼，咱呐对咱讲北中南，哦，咱呐为这个高坑转换78线、78线来到岛南直接落来，足紧的吼。啊，咱呐是讲伫中山高啦吼，中山高咱嘛是同款的，对于咱的78线往高坑方向32出口，一边是大南，一边是岛南，那是往岛南。你就看到157线啦吼，157线起头的157线的青红灯，你个啊倒手，直直一直个行啦吼，啊过两个涵洞，第二个涵洞就中山高的涵洞，就是咱两过了，啊你个看正手边，就看到慈天必生宫的道场。安尼看免哦，哦咱讲用迄个吼网路咧抓吼，啊抓个多啊多啊增卡路啊一直洗一直洗吼，安尼加忝的啦吼。那那无就是咱慈天必胜宫的服务电话，甲留咧5916045，我关心的道亲人来给空我感恩。啊，咱进一段广告啦吼。那那如果有需要服务香品的介绍啦吼，最主要是讲咱一点钟的时间，喏，啊，咱嘛是有这个电台这个费用，啊，所以咱得用到这个香品啦吼。咱的灵草香最主要就是讲，咱这是天然的。啊，是头拍的师傅用手工做的，所以这种物件呢，就是符合咱即卖吼，咱的店啦吼，最主要是无污染啦吼，啊，还有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，哦，啊，检验合格，咱就无重金属、无化香精、无色料，所以咱介绍这个灵草香有笑三甲笑六，啊，啊，咱啊，如果我们要寄送啦吼，你要寄3斤，啊，就是1000块。咱有这个啊，邮政划拨啊，也有哈啊，货到付款的方式啊吼。啊，那如果讲咱的烟柜啊，你知影咱的香真正是足好，那么咱会当安怎，甲叫3分9斤，予咱送1斤啊，多10斤。
减少寄送的费用，加一斤让我点啦吼。啊，咱会当甲分，咱会当吼，笑三甲笑六甲男做伙啦吼。有诶讲，我着生命路较大，我要甲点笑六个，哦，互伊香烟倒较久。那咱诶公妈路较细个，吼，啊，咱诶香烟较，咱诶香夫较紧诶甜，那么着甲点笑三。其实笑三笑六拢同款香，只是讲伊就较长较短，安尼尔。啊，咱若如果有需要要结缘，然后咱诶香品，吼，咱直接来敲电话。那有24点钟的手工香款，好、哦，也是细条的哦。但是它的伊有迄个香味的质啊，但是无迄个烟啦吼，伊袂讲甲你24点钟底啊吼，啊熏甲天蓬乌蛇蛇啊吼。所以讲，互咱看起来内底足光的吼、哦，啊看起来吼、哦，咱这新明厅呢吼，袂安尼熏甲安尼吼乌漆嘛黑。所以咱要用的是要用比较吼、哦、啊较天然的物件，所以每先甲你介绍灵草香。啊，是讲咱爱小环香，然后啊是爱香款供抹，哦，咱内底拢有，只要是拜拜的物件，哦，你来甲服务人员讲，伊就甲你讲，你要爱什么款的吼，也甲你介绍了吼。来，以上这是香品的广告哦。来，啊，咱感恩着吼，咱的这个何丽梅，吼，咱讲。生物科技公司吼，对，伊就是专门咧制作这个哦，咱讲化妆品啦吼。啊，这个化妆品呢，伊即有行销吼，国内外吼。啊，同时呢吼，咱这呢，拢总是有这个吼，检验合格的吼，检验合格。啊，所以讲包括吼，这个洁颜霜，就是咱讲用氨基酸吼，氨基酸高浓度的吼，咱讲这个氨基酸吼，内底面吼，伊真温柔啦，哦，未伤皮肤。吼、哦，油性的、干性的皮肤拢总会使用的，洗阁洗会清气，阁深层洗净不紧绷了吼，真正是袂歹的吼、哦。那么咱这个洗吼，而、哦、且氨基酸的洗颜、诶洁颜霜吼，哦，这呢会使讲是你若洗到，你会感觉哇，真正好。啊，咱呐如果讲吼，咱有要用到其他的用的物件吼，像讲有这个吼、哦、面膜，面膜系列也很棒了吼。哦啊，伊即马呢吼，甲咱送的就是讲，咱即马伫咧印经哦，啊，都印经哦，咱红道印经会即马开始呢，哦，已经陆陆续续咧排版啦吼，开始咧那伫咧吼进行啊吼。那么伊送的是咱这个吼、哦，咱讲保水精华的这种吼、哦，平常时啊，咱若是讲有这个较大数的吼，哎、哦，这个皮肤吼、哦，啊，咱要甲用吼、哦、较好、较保湿的、保湿力较好的，吼、哦，咱用伊的这个吼、哦，啊，咱讲。系列哦，系列产品真的很不错。啊，你那是有用长，咱讲可比讲，啊，你都参加红道应征，啊，你都有就开始咧用啊，用了你那感觉好，真正袂歹。吼、哦，啊，恁要那个补充，吼、哦，咱会使用吼、哦，咱讲回购的方式啊，吼、哦，回购的方式咧，吼、哦，咱的师姐讲，只要是吼、哦，是卡来慈天必胜宫啊，讲哎，我要爱吼、哦，咱讲吼、哦，这个淡斑美白精华这种物件，哦，恁讲哎，会当用。用的你要爱的是啥物？是 BB 霜要加 BB 霜，还是讲哦？你要用活肤露，吼、哦，还是讲哦？你要用这个吼、哦，咱内底精华液拢会使哦。咱五折优待啦，五折又讲五折优待啦，吼、哦。只要是卡点的，你可比你用了好，还要阁继续用，啊，就变成讲在因的这个价位内底，吼、哦，是五折啦，吼、哦，变五折优待啦，吼、哦。所以。但诶，咱若是如果讲啊，都有拄着要爱，啊，我来甲伊讲，伊呢牌价是偌济，牌价偌济啦吼，啊，一个折落去算啦吼，所以伫只甲咱诶感恩啦，何丽梅，咱诶公司业务专线是0925123289，0925123289啦吼，咱感恩何丽梅公司敢提供诶只一系列的化妆品哦。啊，来，和咱做这红道应征会经费哈，非常感恩。那以上是广告。来，咱即卖来听一段，人生就敢来搬一出戏啊！吼，戏变卡。
人笑空，走路爬脚才知戆，欢喜上无有剧本，现实人生无戏文。看是樱花富贵家，走路爬脚哪去吃，台顶摇轿得人听，戏耍上惊是少惊，白顶替人靠悲哀，家己目屎吞腹内，戏到客桥大团圆，阮的家下你这是人间的写实啊，戏白口，每一个人在演的出头拢无同啦吼。所以讲，演员嘛同款，不管讲伊是偌红啦，时间啊到，嘛是会落幕啦。我是樱花富贵家，走路爬脚哪去吃？台顶摇轿得人听。上惊是少惊，白顶替人靠悲哀，家己目屎吞腹内，戏到街桥大团圆。家乡是什最近呢，吼，传来也是昨日咱大校师兄啦，吼，就是来上这个道经班啦，吼，哎，看到我梅香师姐，你最近是安怎拢散，规个面拢散落啊，是拢无咧困了，唔是啦，吼，就是事情比较多，所以有一点点啦，吼，那讲。代志呢真多，啊，爱豆豆啊消化，啊豆豆啊消化，我就暗时啊咧困咯。啊，困少，啊，佫早起来了吼，啊，就你会感觉看到，嗯，啊，那就啊疲劳面，疲劳面安尼吼。来，今日呢，咱来讲一种啦吼，道德性命来对面，咱咧讲到这个真题啦吼。凡人欲学一术，必先鉴明道理，立定脚跟，一眼看定，一手拿定，
不做到极处，不休。如此的凉风铃，滴滴一件事，将不能做起灯，欲不得半途而废呀。为不足轻重之人，凡事有人呐、啊，又何妨性命之学言呀？言既新鲜，世上人人喜爱。你教之学习，处道必定难得啊！一粒乌合，红尘滚滚，劫海茫茫。呀！来来来来来，真金呐、啊！师傅来借桥，师傅那借桥，我的道理呀、啊，会比较较轻松啦、啊，唔免用脑，啊，咱的嘴借我就可以啦。那就借桥来讲着道德性命真题。哎，如何说必定难得一遇，明火红尘滚滚，劫海茫茫。有何乐处？有何乐处？奈何人间不急察，凡因处送法，不为超凡，婉转生灭，受尽诸苦，竟不堪言呐、啊！我师是以大威之悲啊，今有逆心行恩呐、啊，若无慈悲，历年辛苦。众生一生尽行，果有今日之故啊！啊，如今尽今日之故，明日依然啊！我恐发受了后言了之疑啊！啊，你悔就莫急咯。呀！啊，师父来讲啦，讲轮住顾先生，哪一个是天生就的？又有会雕意识，又孝而济啊，自美而足，这二之于普天下地，行过极今得来。故曰：色界不从地应，太上不自天生。就满腔尽在无一不经，即磨机造屈辱。二世修成正定正觉如来金身，又何妨逆中定根器啊？又莫说莲华意脉岁月无多啊，强由心学道而无成道之极啊！所以师父来借巧不如听其自然一任造化来转移众生之。整顿心力，不修习精神，随机而所行啊！一世人任其自然啊，恐有所失。若无自悲，发咒易道，今在此，当临失地，灵山会场啊！师父讲啦，我想一劫人生万劫难得啊，又何妨生居在中国，有礼仪文教之根啊，又妨圣会良化，得闻道德性命，处种因缘啊，即历代神书孝子如此便益啊，好呀，生定但尽其行，不太出门一步，自歇真团。师父讲耳孔咬好奶奶哦，唔免出门，你就会当安怎？就会当得到真传。此种因缘啊，是以前历代先生呢，都无这么简单便宜，都会当听到你要听的道理。所以自学真传四个，就是咧讲古早师来先祖随今日成道啦，神往大罗天宫而当日遨游九州。受尽多般苦恼，历尽无数风霜啊！至于至今啊，若无自悲，大开方便，量化法门，其今
在此先进深林困境，切念劳苦，然后有感下降，四种大道玄机，一步一步传出，广圆行万事为一动真身啊。此生今有这句真书，得闻真道啦，既然亦好啊。自古先师都有因时会不良，生神不傲，深处艰难啊，无可如何啊。然后看破红尘，出离荒岛，如理作四十五章里啊，五十二文字道，张作六十一书抛家荒岛，七十二滴火龙受骨。一处观止，只惊不轻，尽心向道，哪怕年纪老迈呀？凡人只怕向道不心诚啊！种子如果如法修炼啊，都有一切转道之权，起死回生之妙，就爱看众生是非少年入道之难，由少奉道啦，都要犹豫两可，唔通三心，嘛唔通两意啊！更有同知施公太乙将书，不信不测啊！所以为你顶凡尘色相，精力气极难呐、啊，世上名利都是灵机几可，但非奢华。了无意味啊！伫搬搬苦处，该藏于其中。所以今说一道心生于人心啊！既然道心生，人心素，人心稳于道心中啊，素可了悟真因，寻得命宝。虽或苦尽甘来，而当世之茶不知又修炼之苦，是以一劫造成啊。师父说啊，众生立定脚筋，立定志气啊，未啦。心定个人，上的色味苦木，道味甘木，一边当一分，一边轻一分啊，也就是讲，循环在里境啊，那边轻，那边动啊，那边轻，那边重啊。切莫使少年人言未了啊，烦心未空啊。请讲修未捷，业障难消，是以读书得道而不能承担啊。心定即定定，志气浮浮天中，自然诞生之国，云庭足下。师父言：性命之学，何谓之性呢？原始真如，一灵种种事呀、啊。何谓之命？先天至精，一气运阴呀。然有性，便有命；有命，便有性。性命原不可分，但其在天谓之之命，在人谓之性。性命是非有量。奉性无命不立，命无性不存，而性命之理又浑然合一。你的正觉真意在元神动用之时，或正觉在虚无中知己之微意啊，不虚而觉者谓之正觉。离作物啊，主持正念大见心，一时人心为异类啊，真身。新生人丹人志气进化，含心气为一体，心以气以形而生者，金气既合以心而不依以形啊。心的气体而又发心，灵千变万化，得形忘形，温馨莫测，
道心、人心，主喜将善心称为道心，将恶心称为人心位。虽上帝不灵，无人心；虽下句不灵，无道心啦。所以人心之位，道心之迷，之道的观念。心中有命宝，坎中出命宝，坎中生出之气，相称以坐，以坐为地，生气时苦情一动，即变为有形。因情要以顺行，善法以处者不属动情。一力一力转彩绘，归复原处是为命宝，性命贵子，涵养本源，救护命宝，乃就是性命之学之初基啊！众生如如罗庙，一念真诚啊，会当在娑婆世界。量化既开，那老衲在空地之书照巧照还，还书既毕啊，修学之真在自己啊，性命之学在自身。先人本是凡人所修，凡人学习先人必有所求。那么今师父要离呀，众生若听有初衷，学者、持者，合心气为一体，心气依气依形而生者，金气既合依神而不依依形啊，道心为迷呀。人心之为啊，那命宝爱看得当，才会当生离苦处，超凡入圣域。呀！哈哈！哈哈！通好再找歹行。
今嘛所收听一段歹路唔通行。师父讲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阿弥陀佛，安尼就算去啊。因为吼感恩呐吼，有时阵呐吼，咱的济公老师有迄个因缘呐吼，啊伊个知影吼，最近天天他个康康啊吼，有师父来加持哦，阿妈希望讲啊，咱讲这个道德到底是要安怎去坚持啊吼，阿你嘛感恩呐吼，所以咱有时啊咱定咧讲啊拜拜吼，咱时啊来讲爱拜三拜啊吼。拜三拜感恩上天啊，哦，啊嘛感恩天地，啊感恩咱的师尊，哦，天恩师德，嘛感恩咱的母娘老母慈悲啊，吼、哦。所以讲一拜天地，再恩再德，普生万物养黎民。第二，吼、哦，咱讲拜拜，讲天降五路诸大地啦，调合四季化育因。三拜，就是咧讲明堂千教，明礼仪，拜谢天地，再德恩。所以咱来讲，啊，咱咧拜拜，他系无一定讲干咧拜一拜、拜两拜，他系拢爱拜三拜。拜三拜的意思，就是咧拜谢意思。所以有时吼，咱讲点香意思的吼，点三张香吼，天地人吼，啊，咱拜三拜是咧拜天地吼，啊，拜这所谓文书啦吼，啊，一旦咧，互咱啊，咱讲素食运作化育吼来对面，所以咱。这三句我们可以记起来，说第一拜就是在拜谢天地，再恩再德，再恩再德，普生万物养黎民。第二拜呢，就是天降五路诸大地，调合四季化育因。我们人如果没有这个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对了，那么这些东西万物都不成长。所以咱第二拜就拜啥？拜讲天地，吼，天降五路诸大地，调合四季化育因。三拜就是咧拜啥？拜明堂千教。啥物叫做明堂千教？堂啊，吼，宫啦，吼，也是讲咱一寡所有的这神圣，就是讲拜谢咱的天地君亲师的意思。吼，三拜明堂千教，明礼仪，互咱大家知影这个礼仪礼貌，吼。让我们知道说礼仪廉耻，所以说第三拜是明堂千教，明礼仪，拜谢天地再得恩，所以这叫三拜的意思。啊，我们说拿香，有的人也不能拿，拿了没标准。我们在我们这个道教的这宫的这个香，我们说道香、德香、清净香，三拜里面有一定的礼仪。像咱长呢，这个大孝道长呢，来，哦，咱慈莲毕生公呢，这个道经科吼，啊来开科，最主要伊用基础啦吼，最基本的精神，了后呢吼，威仪啦吼，每一个人不管讲你是咧做人，行路有行路的样子，说话有说话的样子，坐有坐样啦吼，因为呢，咱才有法度讲吼，这个礼仪吼，啊咱今日咧拜拜。咱唔是讲一定爱拜个足青草，是你的心甲意是唔是有藏伫个内底啦吼？所以讲古早人咧讲的吼，咱今日去无地米通好泡，吼啊去用这个啥，用树叶啊会芳的，啊咱甲转做茶啦，吼啊来甲用医疗啊那个敬三杯啦吼，啊讲啊拜天公，咱就散啦，啊散甲讲也无物件通拜呢。啊，去转这个银金油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甲转转咧啊，三凹，吼、哦，啊，甲放咧医疗顶管，吼、哦，安尼就甲拜拜啥？拜天地啊，伊嘛是咧感恩啊。虽然我善啊，我无他像人遐讲拜到遐尼青草，不过我是用啥？用我的真心真意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着这三杯清茶，吼、哦，甲你供养天地君亲师，安尼。我相信说上天会给他感染吗？会啦、哦、所以一个人在修复的时候同时要取得智慧啦、哦、现在说修复不修慧自然也造罪，一旦造出很多罪也只能自己承担。我们人会说、哦啊、我今天来请一个什么来
来做啥？特别讲咱讲啊，就大神的油井啦吼。哎、啊，大神的油井，如果讲今日你来个请一个有无？吼、哦，咱讲不能吼、哦、让小孩子看了吼、哦、啊，风社会风化无好，老大人看到嘛，感觉讲安尼无礼貌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感觉讲我开钱，我是咧开欢喜的。吼、哦，我怎么个请咧？底下油井啊？吼、哦，哎、啊，什么人请住什么人？哦。你请的迄，互看到感觉讲很不雅观，对神很不敬。安尼我甲你讲，你今日呢，你开这条钱哦，唔是修福，嘛唔是修慧，是咱家己呢吼、哦，去做迄个种亵渎神明呐。吼、哦，这个代志你爱安怎？你爱担当无爱啊？讲想在人前显贵，不过是刹那当中，你感觉我顶，我感觉我有钱啊，我开我欢喜的。啊！你也管我遐济，问题是你的表现心情，敢有甲你安怎？敢有甲你采纳？无甲你采纳。那如果讲这较方法，吼、哦，有这个，和囡仔来教育，吼、哦，这个方法，咱底下咧讲，不能入目，也不能入耳的话，也不能讲。所以咱底下咧讲，咱要表现，要在人前显贵，不是说不可以。啊，钱爱开伫个对，钱爱开伫个讲，不是只有风光呢、啊，吼、哦，是要用到能够什么？有一挂真正讲有教化意义啊吼，所以有个人吼，人啊讲啊要做歌戏，我点戏出来你做，点啥？点迄个关公过五关吼，保义寿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呐，得点一挂忠孝节义的这种戏出，互人看到，会去学诶，啊，这种的戏文呐，啊，即卖咧做歌戏呐，咧小饼台的时阵吼，歌戏伊同款嘛，伊嘛是做现代出的啦吼，所以人讲。我们到底现在是流失什么？咱担心的就是讲哦，咱提钱来开，啊个对神不敬啊，对咱来讲，佫无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。我相信讲开这条钱，你想在人前显贵，讲啊我都有钱，所以我开啊，你也开拄啊好，开迄个量价拿呢在你自己，吼、哦，有得到功德无？啊，有得到人赞叹无？啊，你开这个钱是不是天地拢有甲你采纳？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每一个人吼，拢爱了解啦，咱家己的位置伫对，吼、哦，咱的能力搁较好，咱的头脑搁较好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咱讲处事啦，吼、哦，你不要太过于傲人气势，吼、哦，啊嘛不要摸唔着方向的，那摸唔着方向的吼、哦，你虽然啦、啊，讲钱有开到啦，大家拢甲你拍扑啊。唔过呢，人家你记一条足大条的啦吼，记一条，唔是讲啦，竟然是过啦吼。那在人前显贵，你是把人家你拍波啊赞叹，讲兄弟挺兄弟啦，朋友挺朋友。但是呢，伫心界来讲啦吼，啊你是有过而无功啦吼，那呢就钱开唔到头呀，你讲是唔是呢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做到这，感谢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节目支持和爱护，再见，拜拜。